大家好，我是极客村长。OPPO 最近发布了一项名为12级防抖圈运会的挑战活动。作为一名酷爱运动的数码博主，当然是要参加到这次的挑战活动当中，用我们手中这台即将发布的 OPPO Reno 3 Pro 挑战极限场景下的视频防抖拍摄。天生对速度和激情痴迷的我，本次选择挑战第八项防抖测试——激情摩托。抱歉，好久没骑了。5G 时代视频先火，视频时代一则视频如何获得粉丝的喜爱，那除了创意，拍的稳也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骑着这辆摩托车去到环山路段，挑战极速下的 OPPO Reno 3 Pro 在视频防抖方面的表现，究竟是速度与激情，还是速度与模糊不清。虽然说面对如此颠簸曲折的山路， OPPO Reno 3 Pro 的视频防抖能力还算可以，但好像并没有官方所说的那么突出吧。防抖功能你打开了吗？哦，好像还真的没有打开。打开 OPPO Reno 3 Pro 的超级防抖 Pro 功能，再来一轮测试。那么这一次，毫无悬念， OPPO Reno 3 Pro 很轻松地完成了这场激情摩托的挑战。那抛开我们把车骑上山的极端场景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想要拍出一段完整的视频，那除了像素、画质、光线以外，防抖能力也是决定成片效果的重要因素。毕竟再好看的画面抖动起来也啥都看不着。我是极客村长，拍好视频先有防抖， OPPO Reno 3 Pro。